位大家好，我是二班的汤威东，我是一班的叶慧。接下来一年四集的 NYTV， 我们都邀请了五育的毕业生回来和大家做试试有关升学就业的分享。今天很荣幸可以邀请到古慧儿师姐回来。师姐，不如先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自己。是、我叫古慧儿，我毕业于2010年的、我现在是做紧市场营销的工作。为什么你会选择这个行业呢？你又喜不喜欢现在这个工作啊？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关于你的工作呢？好、我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行业呢？是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比较怕闷的人的。那这个行业呢就、其实有点像拆弹专家，我自己觉得。即每天都会有不同的、事情要去处理，非常之忙碌，然后个客的想法会不停地改变，但你又要想方法去满足，我觉得挺、有挑战性的。那这个行业有什么入职要求的？你觉得适合哪些性格的同学呢？其实这个行业的入职要求呢，我就觉得不算太高的。我想一下先，这个行业的入职要求来讲呢，我想、首先你应该要是一个比较外向的人，因为你、其实是需要不停见客的。那你见客啊，跟客沟通啊，那些都要几、需要一个外向的性格和强的沟通能力，还有、你要有 OT 的准备，因为我每一天都 OT 着。讲了这么多关于工作的事，不如我们讲一下师姐你当年的校园生活啊。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印象最深刻的那个老师是哪一个啊？你有没有什么说话想跟这个老师说呢？哦，可以啊。我印象最深刻的老师就一定是 Miss Ma 啦，马淑娴老师啦。咁马淑娴老师以前是教我数学及统计学的，咁但系咧我咧就是一个纯文科的学生嚟嘅，所以咧佢教我嘅过程是比较辛苦嘅，因为我唔识得用理科的思维去学数学嘅，所以佢每一次都会陪我做功课做到好夜啦咁样。所以我覺得其實五育有很多這樣的老師的，即肯去幫助一些想學習的同學啦，所以我覺得是的，很好啊 Miss Marley。 你覺得五育中學的教育對於你未來進入社會有沒有什麼幫助呢？有的。我覺得五育中學的學生呢，其實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學生，即是、相比較起某一些學校可能傾向於收、某一類型的學生來講，我覺得在五育的生活呢，其實是多了見到不同類型的人，多了一份、欣賞和多了一份包容，即是你懂得去欣賞不同類型的人的優點，不一定是說讀書啊或者什麼，因為可能這個同學雖然讀書不太厲害，但是他長跑很厲害的，年年都是他、校際冠軍那樣，即是我記得很多這些這樣的同學的、讀書不算很出色，但是他畫畫就很漂亮、有些同學，我那時的同學就好像有些現在去拍戲啊做導演啊那些都有的。那我就覺得、五育中學的同學仔是很多不同類型的同學啦，那他是組了令我覺得我可以很多不同的角度去欣賞同學咯，這樣、最後不知道你有沒有什麼話想鼓勵一下現在讀五育的師弟師妹呢？鼓勵的說話就是給心機啦。因為其實很容易受人影響的，我知道，因為人各有志，在這個學校裡面不是說個個都是想讀大學、不是說個個都想怎樣高薪厚職、其實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的。那我就覺得、你想好自己的方向是怎樣，然後你給心機向你的方向努力地游過去啦。多謝師姐今天接受訪問，希望各位同學可以記住師姐的教诲和鼓勵啦。我們今天的訪問就來到這裡，再次感謝古慧儀師姐抽空接受訪問，我們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
Thank you.